结构工程倒了2000多万，我本来是想要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可是那个时候报纸已经不能登那种小广告了，所以我不得不站在街头当流音。这十几年来，也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呢，我就在想，站在街上，第一点体力也不是那么好。然后，年纪也那么大了，也拼不过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所以我花了5、6年的时间，从学会了电脑，在电脑里面学会了刊登广告。在10月份的时候，10月21号，昆明所的警员就利用这个我在电脑上刊登的广告，跟我用 LINE 约我之后上到楼上，就直接找他是警察。然后我发觉到，为什么社会华已经没有了，他来找我，这个我实在有点不大清楚。结果他居然用的是29条而少华的那个法律来起诉我。我发觉到我站街当流音的时候罪没那么重，80条也都被释宪了，为什么我在电脑上刊登广告反而罪更重？所以我发觉到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再来，中央政府也坦白了，这个设的性专区，全台湾现在已经4年多了，有哪一个性专区成立了？我们日子要每天过，我有办法等到我们的地方政府开设一个合网的空间给我吗？我想要问柯P，你已经就职快满1年多了，你对于性产业的那个规划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你也只字不提。就是反映性交易合法化的专区的这个诉求，其实修法后4年的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的权责要设立，但是也反映呢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相关局处哈可以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行动现场，等于没有人来愿意出来接我们的诉求，就是反映这个问题。那其实呢，性交易专区的设置呢，我们认为呢，应该是牵涉各个不同的局处，包含可能警察局在执法的部分，可能包含民政局跟基层里长的协调的部分，当然也包含产业发展局在相关的商业配套要如何设计的这个规范里面。OK，